了，行，马老师猴子，既然这宝，我们啊，真心换真心，速战速决，直接报身份，对吧？真心换真心，直接报身份。我加拿大，加拿大，我不到了，我加拿大逃者 ，OK OK， 我跟踪者 ，OK， 我殡仪员，我复仇者，殡仪员。好 ，OK， 轰轰，直接报身份。轰轰，怎么怎么？哦，他进来，报身份，进来了，报身份，报身份，我杀一我。他刀我来，刀我来，我操，这么多人，他刀到我了。14发言啊，就全票打飞，超级侦探，多的，我跟马老师、猴哥还有大强姐，我们真心换真心。轰轰哥突然冲在脸上说：“交身份。”轰轰哥直接说：“我刺客。”然后转手把马老师刀了就跑，好吧。全票打飞，轰轰哥过。有点不现实，有点不可能。我的评价，我当时在实验室左边的，那听轰轰怎么说吧。过。王大谋，你不现实。那么，请问你一下，我朱大强，蹦十四，刁德一，难道是三匹狼外加一个好人吗？全票打飞轰轰啊，我们几个人搁那对身份呢，我们正对完身份以后啊，我肉到了，我先不说啊，我们对完身份以后，我们直接就问轰轰，就让他罚站在那里，然后我们问轰轰你什么身份，轰轰说我刺客，我什么身份，啪就一刀就给马老师给刀了啊，先赶紧投他，他知道我们身份了，可能赶紧投过啊，他知道你们身份了，然后他刀一个，那你们也没死啊，对吧？然后宋十四报警，然后直接点惨轰轰，你猴哥宋十四朱大强，听朱大强怎么聊呗。如果要朱大强也踩轰轰的话，那就出轰轰，好吧？因为我觉得孙悟空、朱大强、宋十四肯定做不成三郎，对不对？如果要做成三郎的话，轰轰也活不下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说朱大强的发言至关重要，我听朱大强发言过。好，咳咳，要不就是轰轰是狼刀了，然后要不就是猴哥宋五四他们两个狼嘛，是吧？那就听后面发言。我是在那个实验室，我们实验室一堆人啊，不，把表演留给后面的呀。我也在实验室门口，我跟包包面对面拥抱哎，然后那个实验室位置看不到实验室里面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听一下轰轰的翻，我跟你说，这轰轰肯定是就是想送马老师早点去调设备，你知道吧？我都知道，所以他直接报了一个刺客。我觉得他真有可能是刺客。要是周姐不敢抗的话，出周姐也行啊。过了。那猖狂的不要不要的，手起刀落就把刁德一给嘎了，嘴里还念着我是什么，我是刺客，直接把他搞出去，好吧？猖狂狼过。我会决定发言，那就先全票打飞轰轰啊！但是我觉得他这么开刀有点奇怪，好吧？我觉得你们里面应该还要再出一匹狼的，不然他这么刀人应该是没什么道理的，好吧？过。啊，这边十八岁发言啊，这轰轰是定狼走的嘛？按照你们说四人在一起他敢动刀，哎，是不是？他都说刺客了，你不可能构成四狼一提壶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的话，好吧，还有就是这野猪九月动向不对啊！我在那个实验室门口的时候，我最早是在下面动啊。他刚开始站在实验室门口的时候，我又想尿尿了。再往下走点的时候，他直接就……你们说我回来能尿完尿？轰轰发言完了吗？对啊，好人带的，我好急啊！但我又不敢去。要打一个轰轰啊！好想尿尿。轰轰发言，任何时间，任何地点，超级刺客。谢谢曙光续费的12个月年钻粉，谢曙光，谢曙光，不行，我好急。那我想个办法，我再想想看。周姐会去实验室，你是什么身份要去实验室？你鸽子，你找人去了？你有可能是鸽子。谢曙光，曙光，我猜你是。哈哈，心里是白月光。冰原来。小丑，嘿嘿嘿，鬼使，直接爆小丑，好人直接爆身份 ，crazy， 小丑，我是网红 ，crazy， 我是网红，我是星剑，好，我是星剑，好，就他，我是观鸟，我是观鸟者，啊，哟，啊，大姐，我走了，我是，啊，哦，我懂了，说，你懂，哎，我是网红，我是网红，行，我是我自己，我是复仇。OK， 现在网红也能单走吧？网红也能，你死了。到秀才哥了，秀才哥必是狼，秀才哥直接跑了。我怼他，快，我这边跑了，我这边跑了，我怼他，我离你远一点。我是网红。完了，我看不见了。哎呦，我瞎了。我们俩抱一起，来，
大红，我是网红，刀周周，刀周周，我是网红，什么？刀周周，刀周周，刀周周，王大红，滚死！我是个鹈鹕，我都说了我是个正义使者。坏了，我刚没看到谁混了一刀啊？朱大强吗？还是谁啊？混了一刀给包包刀了。然后我刚那个视野不是很全，先出秀才哥吧。那秀才哥都不敢自证的，那十八岁跳那个观鸟者还敢自证的，那秀才哥直接就跑了。然后我本来想刀他，但是他跑得有点快，没追到。然后我黑灯，我就怕死，我就回来找你们了。然后小猴哥说身上有个炸弹，说让我刀周姐，但是周姐人我也没看到呀。我觉得先出秀才哥应该没问题啊，过了。呀，我刚才关灯的时候，周周是跟我报他是网红啊，然后关灯的时候周周就消失了，他没在我这儿，我还以为是三三把周周给吃了，这一报警我才发现周周没死，那周周的身份就是不是和王大谋就是重叠了。哎呀，我是跟宋氏在那个实验室上面，然后我这边刚刚在放烟花，有点吵，我就闭了个麦好吧，然后可以听一下王大谋和周姐怎么聊好吧，过。OK， 这边十八岁发言。那这边我观鸟能自证嘛？我能观得着鸟，秀才哥观不到鸟嘛？这边先群票，出的秀才先别分票嘛，我们进去再盘嘛。我们还有好人大刀，刺客狼已经没了，对不对？现在的那个焦点牌，先出完秀才之后，就是王大魔和周周的局嘛，对不对？这九月放不下，我还是放不下，他来走位啊。这边还是先出秀才嘛，对不对？过。十四发言啊，我这轮可以保九月开不了刀，然后就是猴哥归的票嘛。我认猴哥铁好人，好吧，猴哥你归的票，我过，我没其他信息，我没看见你们其他人，过了。OK， 对大魔发言，我的建议是秀才、周周都可以，然后大强和九月他们俩我不确定哪个是狼，但是有可能都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秀才哥在我们左上，然后周周在我们下面，我们在孤独房右上角点灯了以后，我们在那里一直转圈圈，我和三三在那转圈圈，我们右下角有一个包包尸体，然后谁在包包尸体上转圈圈，朱大强和九月在那个包包尸体上一直转圈圈，但不确定是不是有没有隐身狼之类的，或者超能力者把那个包包刀了的。这轮秀才周周归谁都行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撞身份了，一个左上一个右下准备来联合，不谁都可以啊，因为两个在我眼里他们俩是定狼，不可能存在什么歌姬之类的，过。现在谁跟谁撞身份呢？那就是秀才跟十八代撞身份。刚才谁跟谁又撞身份呢？这个周周和王大谋撞身份。王大谋为第一报网红人，我在说报身份那一瞬间，王大谋直接给我报了个网红。那么周周铁坏，我现在手里有个炸弹，谁在我旁边谁倒霉。这轮全票打飞秀才哥，只有他过来那一瞬间，完事他跑了，他没刀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手上出炸弹了，这那个票周周，完事我出去马上死，过。我不是观鸟，我是网红啊，我是网红啊。那王大谋跟我对调身份了，那他就是狼呗，是不是？我当时想先帮个观鸟者玩一玩的嘛，行，过。不是你是网红，我是什么？我是网红啊，朱大强，我见到你第一时间就跟你通身份了吧，我是网红啊，孙悟空你一问我是不是立马告诉你我是网红，好，没人信我是网红，我还是大网红呢，信不了一点。不对不对不对，秀才应该是呆呆鸟，不对不对不对，票型不对，我一个炸弹，不不不，他呆呆鸟，不我就这么一呆，等着他们开票。谢谢宇宙最美阿姨，我说我是网红没问题啊，对吧？我说我是网红一点问题都没有吧？我是不是网红嘛？是不是网红？对吧？就是网红嘛！哎，我不出去了，我就往这站着，不能去厕所，我还得把它尿尿。我现在去厕所，万一突然拍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呦，我操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没时间了。
啊，出周姐，这没得聊了吧？这种能出周姐了吧？周姐，你网红不了一点了，好吧？大伯哥死了，你网红不了一点，出周姐过。我真是网哎，不是，我真是网红，我是网红，你们不认吗？不认大伙认啊！哎，不想再说什么了，反正我差不多等会儿要去上班去了，过了。你是 super star 好吧，我认你是 super star， OK OK， 出 super star 啊，然后好，猴哥也倒了呀，那九月是不是九月可能也有问题啊，九月等等也得有问题，先出周姐啊，过了。对，没错，网红已经死了呀，周周，我很想相信你，但是网红已经没了，你做不成这个身份了，那这吧，那就只能先出周周了啊，确实他不得劲，挂。OK， 九月发言，先出周姐啊，然后这波我是在实验室上面那个位置啊，然后有没有一个人过来啊？我在那个灯那里，然后点那个灯，好吧？然后如果我是狼的话，上一波的时候宋氏已经倒牌了，好吧？我那波全程跟他只有两个人在一块，好吧？如果我是狼，他已经倒牌了，好吧？过。哎 ，OK， 十八岁发言，先不着急投票，兄弟们，我说句话，你们看对是不对？如果周姐是狼，这波她互跳网红，哎，王大谋死了啊，跳了网红信息。那周姐这波的力度，她是狼的话，我感觉她声音分贝会比较大点。但她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，哎，已经放弃抵抗了，哎，要结束了，哎，对不对？我感觉有点怪。那这九月到现在还不报一个身份，不应该的呀。她是呆呆鸟，这时候应该是，如果九月我们就是周姐和九月里面是个呆呆嘛，对是不对？那九月的这边你不是应该，哎，呆呆不是应该，哎，乱七八糟先发言让我们怀疑一下你吗？你这都不让我们怀疑，直接投周姐的话，我感觉我比较想投周姐，你们说对是不对？你们觉得呢？好吧，那我看你们吧，要投周姐也行，好吧，那就投周姐吧，你们既然都说那就投周姐吧，好吧。但是我个人感觉的话，九月这波力度真的不像呆呆。投周姐，投周姐，投周姐，过。谁不懂事？脸都笑裂了吧，脸！恭喜你！恭喜恭喜！牛啊牛啊！我要看看你吹，脸都笑裂了，脸都笑裂了，笑歪了，我操！溜溜迪已经说明了一切了，真好！溜溜迪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人情世故，人情世故，正好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兄弟们，我也走了，拜拜拜拜。